好，大家期待的满命就是我们的烟花一冷啊。这个玄学我知道，这个是早佑嘛，萧公要带早佑去看那个龙彩祭，看烟花，他垫了多少？3、6、18、19，垫了19抽，然后本来是多少命？本来是0命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6只，尽量的用最少最少最少的纸球来帮他抽到满命，好吧？闽江说等等，记得要先洗手。好，我们抽满命洗个手好不好？我先去洗手。645哈，最坏最坏的打算，拼600抽。600抽，哎，不用啊，因为他已经有0命了，所以应该不需要到600。满命萧公 ，Go。不后悔，我们要满命消功。我发现很多人都补满命啊，这一次，我觉得最稳最稳就是每70抽都小保不歪，就已经是最省钱的。什么灾难呢？79来了，79就有了。好，来吧，不歪不歪，乖。金鱼来喽，烟花来喽。蒲公英啊，不是烟花。哦，出师不利啊，给他好不好，我们给他早点出货。好，早点出。今天有幸看到双金吗？对，后面那位欧起来的70。哦，有70算早，但是这已经是大大宝了。烟花来喽！三云、四云、70来了，又是70，70是个吉利的数字，那这个一定是烟花来了，好不好 ？Yes， 可以。恭喜！哎，又是底啊，怎么那么底啊？好，云锦加祭礼，怎么突然间有点压力了？费三恩 ，yes， 早出货，来吧，不要再把我掉，哇，那么多弓一定是了啦 ，nope， 哦，你天。是火没错，但不是烟火，是玄火啊！不行，我们就是要拼啊！来了，双金啊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两个金色啊，两条金呢、啊，是50对吧？我没有算错对不对？只要一个双金就能拯救这个局面。可以啊，又是70 ，Oh my god！ 来嘛，我要放烟花呀，我要放烟花 ，Oh yeah，Oh yeah， 70是个吉利的数字哦，再两只，好，我要继续表白。OK， 没事，萧公，我知道的，你要让我惊喜嘛，吼，所以你要故意的不按常理出牌，对吧？我知道的，我太懂你了。OK， Oh yes， 哦，萧公真的对我们很好哎。完美的结尾，来个70出金，好吧？真的是70哦，我们的女王来吧，女王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哇，好美哦！哎，我三溜头 Jesus， 太漂亮了，这一抽太完美了，全部换完抽武器，好，啊，对，干金岛，对，这个地方叫干金岛。好，67来咯，来吧，直接一个飞雷好不好？欧到底！哇哦，哇哦，我被萧公爱上了，怎么办？其实这样已经很 happy ending 了。
但烟花说他要抽完，还要看可不可以看可以拼到多少。no， 不要抽飞雷，我觉得飞雷成本太大了，代价太大了。好，70必出来了哈，70一定有了啦。好，我不贪心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哇！OK， 你们自己吸吧，哈，我不多说了，我不多说了。盾剑是后出，所以直接帮我们定轨了一个。爱的力量真伟大，睁一点有金了。好，来喽，飞雷吗？萧公是你吗？是不是你啊？Oh my god， 好可怕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很不真实，你知道吗？OK， 金山，然后帮我们萧公换武器，哇，好漂亮哦！73的暴率，246的暴伤，好，攻击力来到了2200。安如磐石。眼神无痕，听我号令，召开！想看烟花吗？啊！哈！哎！瞬间把他打成幼炎龙息啊！固若金汤。听我号令，有大家在身边，小心火烛。什么东西？那有一秒吗？他一下来就直接不见掉了。他好像地上有那个尖的东西插到他，然后瞬间就站起来。谢谢我们的烟花女王烟花一冷 ，OK。